Atomy 的家人，下午好，下午好，好，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在成功学院跟大家分享公司的介绍。我是黄思婷，玫瑰大师，请大家多多指教。在加入爱多美前，其实我在电子产业也有十多年的业务行销的工作经验。那在这十多年的工作经验里面啊，其实我任职了六间的公司，但是很不幸的倒了四间的公司。所以呢，从那之后我就告诉自己说，以后我选择公司一定要非常认真、仔细加谨慎。所以今天由我来介绍公司，我相信是再适合不过了。那我想在介绍公司之前啊，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目前正在面临的现况。那也许也是在座各位的未来的孩子或是孙子会遇到的事情，那我们必须去正视它。那首先少子化的部分，我想不要说少子化，其实很多的人现在连生孩子都不敢，因为经过一个统计告诉我们说，大部分八成的上班族其实都是三明治时代的世代的人，那有四成六其实都不太敢生孩子。那现在有大部分人都生一胎两胎，那三胎是少数，四胎可能是因为第三胎不小心变成双胞胎。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知道未来我们会抚养多少的老人家，那就是我们现在的抚养比也真的越来越高了。那物价也是一直在上涨，说老实话，有些物价上涨，其实不管是之前的卫生纸，然后电上涨、油上涨，就是为了要省钱嘛，对不对？前几天我才跟伙伴在聊说，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水煎包一颗要17块，我就觉得在夜市里面17块水煎包，好像我以我们女生来说，可能吃个3颗就一个便当的钱，那如果一个男生吃个6颗，可能就要超过100块。所以现在随便的物价都是 50% 以上的成长。像前几天我在接种睫毛的时候，睫毛美睫师说下个月要涨价咯，我说你们的原物料也上涨吗？他说没有。所以现在不管怎么样，反正今年涨价就是一件大事情。好，那再来就是薪水也不涨，四成的上班族其实都是月光族。那我想工业 4.0 这个很传统的传统的制造，现在已经变成智能的制造。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一想，未来的工厂它是机器人跟机器人在对话，因为它已经把我们的电子电机还有机械跟资讯业做一个整合，以后是物联网的时代。那相对的，我们也会遇到机器人的时代来取代我们的工作。那在财经的报道里面也告诉我们，预计在2030年大概有8亿的人口会失业哦。那所以这都是我们大概在十多年后就必须要去面对的问题。那现在僵化的薪资结构跟人才的外流，说老实话，很多基本上现在高材生你要在台湾工作，如果没有让他到国外去有这样2倍3倍的收入，其实是留不住人才的。将近有60%的人其实都是愿意出国当台劳的。那如果大家不相信台湾的景气真的很差的话，可以讲一个我觉得也还蛮好笑的一个新闻。从新闻里面看到，连偷渡客都不想来台湾了。在2003年的时候，偷渡客是3000多名，在去年的统计只剩下5名而已。所以现在都连偷渡客都知道不用来台湾，因为它不是一个淘金的地方。那再来是国民年金的部分，我相信大家如果有看新闻也知道，即使年改会之后，其实破产的时间了不起就是延个2年，2029年，所以真的很快，10年多一点点而已。那无人商店，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有感受到，非常多的卖场都在设置这样的一个无人商店的一个机台。那为了就是省下人事的成本，如果大家有注意到，其实老实说，现在除了周年庆之外，百货公司业其实也很冷清，很多的卖场进去你都可以看到那些柜姐在滑手机，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超适合来做爱多美。那
再来，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跟退休当然也又越来越困难。那大环境的变化，大家可以看一下，不管是医生、工程师，其实大家都在赚钱兼差。虽然是讲说沾沾喜气，其实是生活费不够用。那在基本上有六成以上的人愿意是出国当台劳。那现在的薪资要涨，其实幅度也很小。那现在我们常说，年轻的人到底是存款不足还是草莓族？其实现在是清贫族，相对的也是存款不足。这张表可以告诉各位是，在20万存款以下的人，其实占了70%以上，所以是非常大的。那我相信，如果大家还有梦想的话，其实是需要花钱的。也许现在只能够养活自己。那一天看了一个影片，觉得蛮有感受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在被专访的时候，她说现在连养活自己都很难了，她只剩下多余的时间可以陪伴家人。所以我觉得听得很心酸，因为如果我们只剩下时间可以陪伴家人的话，我相信以现在的一例一休一些所有的产业来说，我们在卖肝给老板的同时，如果你真的要时间的自由，我相信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那多福时代的来临啊，其实台湾的整个出生比例比老人国意大利跟日本都还要更低哦。那我也帮大家算好了，大概就是30年后，就是我们的小孩长大，或是你们的孙子大概30岁的时候，我们他一个人就要养一个老人家。所以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年轻族群其实都不敢去奢望退休的计划。那机器人兴起的冲突来说，其实可以看到2025年不管是按摩的、手摇杯的，或者是今天像鸿海这个郭台铭董事长，其实在大陆已经有非常多的关灯工厂。那这个关灯工厂就是因为这个工业 4.0 的崛起，所以他们宁愿就是请这些用机器可以省下的人力，而且机器人也没有情绪，也不会请假，所以是真的产能都会大量的提升，非常的好用。所以当你的工作停止之后，大家想一想，你们还有收入吗？我觉得如果答案是没有的话，你们都是在做一个暂时性的收入。不管你今天是业务，你是老板，或是你今天是上班族，甚至你是专业人士，律师、会计师，或者是医师，其实永远都是停止工作就停止收入。那我觉得说，很多人甚至在聊的时候都不太懂什么叫被动式收入。那大部分比较知道的就是分成股权、债权、物权跟版权。如果你有股票、有债权，你有房子在出租，或者是你可能可以出一本书，帮你自己维持你自己的版税，或者是你做了一首歌，可能在 KTV 点歌的时候，你就有版权、版税的钱可以进来。那或许你还可以完成这一辈子要退休的计划。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的存在。那比较尴尬的是，现在的国人的平均寿命又一直在延长。那因为生物科技的发达，还有一些细胞就是可以做修护的很多营养品，所以让我们的退休生活越来越长。那平均以我们现在如果真的工作到65岁到退休，至少都还要20年的时间。这20年，你有当你没有工作的时候，会有收入吗？那我们看一下退休金到底要存多少，帮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整理哦。如果你今天想要节俭版的退休，还是普通版，还是好命版的，大概从500万到3000万。说老实话，如果是500万节俭版的话，你可能就是完全不能够出国做任何其他的休闲。但如果是普通版的话，只能飞到东南亚，一年只能去一次。那如果是好命版的话，至少你要准备个3000万来退休。所以说，如果你现在40岁的话，我相信你现在来准备退休金还来得及。但如果你50岁没有孝顺的孩子，就等着当游民。那如何去创造这个系统，去创造财富啊？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啊，
尤其是普通人不知道为什么工作了二三十年还是一样不断的就在辛苦的工作，没有办法退休。其实这个因为啊，普通人都是靠财富跟时间在累积你的财富，但是有钱人是靠买别人的时间，所以他靠别人的金钱在赚钱，所以他们用系统在创造财富。所以如果你今天有机会可以加盟或者是创业或是拥有一间公司，这也是一种创造系统的方法，但是你要豁出去的风险是很大的，包含像创业现在随便一间饮料加盟店可能就要三四百万，他告诉你怎么样做这些汤汤水水的，或是教你怎么样在厨房就是去调咖啡啊或这些东西，但是最后他不保证的是你一定会赚钱。所以说加盟创业都非常大风险，而且你付出的是非常大，但回收不一定是，可能是有可能是很多，像我也现在也有看过很多的老板可能都还是负债的老板。那另外一个方式是组织，就是经营组织行销。那经营组织行销来说，其实我们是一个低投资低风险，但是我们的弹性却很高，也许我们的时间可以自由的规划。像我自己本身做了四年，就是将近四年在爱多美，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成就就是因为我现在可以自由规划我的时间。那像我们只拿出50块，可是可以赚到一个月30万的收入，我相信这个投资报酬率啊，绝对是就是外面是找不到的。那为什么像组织经营组织行销来说，我觉得它其实也是一种加盟，只是它叫反加盟。就是我教会了我的任何的每一个会员在爱多美如何上网购物订货之后，其实他未来的所有的点数都跟我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反加盟的好处，我也不赚我们会员的钱。那我们来看一个，就是财富到底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下，答案是在趋势的产业里，大家认同吗？那我们看一下，趋势其实是一个，我们分成财富有八波。那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好了，就是一样赚10亿美金的一个产值。那福特汽车的福特亨利，他花了23年，但是呢，比尔盖茨他却花了12年就做到了。那现在的世界首富就是杰夫贝佐斯，也是亚马逊的创办人，他只花了3年。所以每一个世代的每一波的财富，其实时间越来越短了，但是有没有把握这个趋势变得很重要。那相对的，后来的保健食品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商机，上亿的商机，但是大家都想做，但是大家不一定有保健观念，所以保健食品这个产业也是比较辛苦一点。那再来就是有人可能在家创业自己兼差，那到第七波的时候，其实也做了一些异业结盟跟资源整合的部分。那现在最新的一波就是移动电子商务加网络消费的连结，也就是我们爱多美的这个趋势。那我们来看一下，当你评估一间公司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人一定要把握这个叫做黄金五角，没有任何一个角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不管你今天在评估哪一间公司都一样。那接下来我会先从公司跟全球展望跟成功系统做一个分享。那我觉得很多人做组织行销啊，就是第一个直销的白纸几乎都是被产品而感动，然后告诉别人说我一定要做，因为这个产品太好了，我想要帮助更多的人。但是做着做着就发现，哇，制度好难做，因为领不到钱。所以呢，他第二次呢，他就会想说，我在评估一间公司的时候，那我就要好好的看一下制度好不好领钱。但是做着做着又发现，哎，公司竟然倒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评估每一个黄金五角的时候都非常重要，不管是公司背景、产品跟制度，那都是我们接下来的重点。那我们首先先介绍我们的爱多美创办人蒲韩吉董事长。那我自己本身对于董事长的理念非常非常的认同，以及深深的受到这个感动。
记得在2014年，我在参加成功学院第一次的时候，其实我看着老板的影片，我开始认识了这个人。直到董事长在台湾的成功学院站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只要是台湾赚的任何一毛钱，他都不会带回去。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老板他真的是用正直跟善良在看待爱多美。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社训第一句叫真爱灵魂，他就是希望没有任何一个人在爱多美受伤，因为他知道传直销让人家受伤害怕的地方，所以他把这些诟病都拿掉了。那他本身也是做汽车材料的一个采购的背景，那对保养品也非常熟悉，所以他非常擅长成本控制的分析。那因为在这点也是跟我们在产品的整个定价策略跟采购的时候有非常大的关系。那我觉得他很棒的理念就是帮助多数的平凡人就是成功。因为爱多美如果今天拿掉他说的维持费，就好像一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告诉他产品如果不好就会卖不出去。所以呢，他说好商品便宜卖，就是用绝对优良品质跟绝对低廉的价格让顾客享受到这样的利益，让顾客成功。那爱多美的两大股东，我们爱多美最主要就是贩售科马 BNH 的产品。那科马 BNH 呢，我们是由两大股东组成的。第一个就是韩国原子力研究院，它是由韩国政府出资投资的一个研究所单位。那它成立于1959年的时候是一个研究所，在2007年的时候升格为研究院。那它这里面有1300多个博士跟4000多个硕博士在帮我们做一些生物科技跟尖端的技术的研发。所以这一般在韩国，其实他要投资一个企业，大部分都是投钱，但不会投资人力。但我们爱多美却是第一家投资人力的公司，所以我们真的是有国家级的研发。然后再来第二个是科马集团，他持股了 79.9%， 那他全世界也是百年的公司，在9个国家。那韩国科马呢，或许你也没有听过，但是其实在台湾的电视台也蛮常介绍到这一间公司，因为它是帮知名大厂做代工的。所以科马它有自主的研发能力，那它也有20000多种的世界专利。所以它之前不做代工，但是爱多美是它现在唯一就是自己的品牌出来做永久独卖。那当然爱多美不是只有生产韩国的产品，其实老板的理念他认为就是只要是好商品，他有营业开业的国家，他都会去找一些好商品跟这些国家去做一个配合。那像我们做台湾的卫生纸就是正隆集团的，还有我们的卫生棉也是康纳香集团的。那大家知道吗，就是在韩国啊，其实化妆品日新的月异啊，那号称世界上最美最爱漂亮的韩国女生，她们挑选保养品的依据是什么吗？答案就是科马的生产。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张图片里面啊，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知名的品牌，甚至在韩国一些大品牌，你可以看到几乎有2/3都是由科马去帮助，就是做研发制造的。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爱多美它是传销吗？其实如果你看到照片上这些图片啊，你会去想到说其实爱多美就只是一个网络超市。我都会跟别人讲说，你有听过一间传直销卖卫生纸、卫生棉或是果干跟拉面吗？其实大家就会觉得哎，很不可思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通路可以卖这样的东西。那简单来说，爱多美就是一个自由消费的网络卖场，所以是一个有分红的卖场。而且它，我有算过，它比外面就是你去全联或是家乐福买的时候，我们的点数足足比外面大了10倍。所以我都跟别人说，这是一个大了10倍的分红的一个卖场。那我们有实体店面的一个品质，但是我们有大卖场的便宜的价格。那我们因为有网购事业的好处，就是我们没有时间空间
大家想什么时候订货都可以。那在更棒的是，我们有组织行销倍增的魅力。那爱多美它改写了传销历史，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直购系统。因为说真的，传统的直销，我们要不断的一直送货，或者是我们要去跟他面对面去卖一个很昂贵的东西。但是呢，我们现在只是请我们的消费者上网去买他们自己需要的东西。所以它哪些的条件打破了传统直销的诟病，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我们免入会费。其实全世界加入都是不用钱的，只有台湾因为公交会规定，所以我们有一个50元的纸本的费用，所以公司也很贴心的送我们的目录。然后再来，我们也不用首购的费用。加入的时候，没有人可以要求各位去买，一定要买一定额的产品，所以我们是不用首购的。再来，我们也没有月销的压力，大家想要什么时候买都可以，只要你在一年维持一次的会员资格，就是购买任何一项商品都可以。再来，我们也没有责任额，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囤货。董事长说需要什么再买什么，如果大家买得太快的时候，他真的会怀疑大家有囤货的迹象哦。那在我们是一个网路，我们也不用网路平台费，我们全球一张网，一个国际的账号，今天一地注册，全球通用，所以也不需要像有些其他家还要，我今天在马来西亚开，我可能要在马来西亚重新注册。那我们当然网路的费用也是公司帮我们做吸收，所以每个人都不需要再缴这个费用。那我们每一年到的时候也没有续约费，大家只要维持一年有买一个东西就可以。那最重要，我也是觉得这点是我非常喜欢，就是我们没有赚朋友的钱，所以消费者我们没有阶级之分，你买我买大家买都是一样的。然后再来就是完全没有风险，只要换个地方买你需要的生活用品就可以了。那我们爱多美给会员的保障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那在这里面的保障，其实不管是省钱的保障，是因为我们是高品质低价格。再来，公司保证就是因为是国家级的研发，所以我们有国家级的保障，30天的满意保证。如果今天各位不喜欢，除了食品之外，那可以在30天内跟公司就是做退换货的部分。那当然，每一样的产品我们都有安全的责任险，我们出的都是天然环保的产品，所以大家如果了解什么是金皮毒的话，你就会知道为什么现在我们活在造病的环境，一定要用这种天然的东西。食安的问题我们没办法控制，我们吃了之后可能2年3年才发现，但是涂涂抹抹在身上，这些残留的毒素其实有90%是排不出去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换用天然无毒的东西。再来，大家很自在，你也不用担心缺什么买什么。那我们还送你一个几点换现金。那爱多美改写了传销的历史，我们没有月销，没有责任额，但一个月却可以做到3亿的营业额。这个3亿的营业额，大家要好好的想一想，我们靠的都是很便宜，30几块、90几块、100-200块的东西堆叠起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有高的回购率，占了90%，但我们却退货率非常低？因为产品会说话，用过之后就真的都回不去了。那我们爱多美其实也是缩短了行销的过程。大家都知道，从出生到现在，甚至到死之前，我们都是消费者。但是你在哪里买东西，都是财团在赚。但如果今天我们可以自己在自己的商店，就是你自己爱多美的网店上面买东西，你就是一个老板，自己在自己的网路上买东西，累积红利点数，不像传统的直销，可能还需要一堆的经销商，或者是就是送货，然后去堆叠这些金额，因为他们的奖金利润的分配是比较高的。那爱多美它其实是找工厂直送到消费者的手上，所以爱多美的消费者很棒的是，你们拿到都是工厂的量贩价，但是一般你们在外面买东西就是零售价，所以这个是他们的差异。那我们爱多美的营业额成长可以看一下哦，
我们爱多美的模式啊，为什么被证实是成功？我刚刚有说过，因为我们竟然不用月销，一个月可以做到3亿的营业额。但是现在我们每一年，光是2016到2017，我们就跨进了直销领域的前十名。那全球会员数现在目前1000万，台湾的会员数有70万。那进入台湾前直销前十大，我们只是4岁的爱多美，但我们做到了，是不是给公司一个热烈的掌声？其实说真的，在2009年也有其他家同样成立，被誉为一样是一匹黑马，但是我们是正成长，人家已经到了负成长，所以我觉得赚得快不是问题，重点是要赚得久。那我们成功的关键的策略来说，当然就是公司是命脉，所以呢，我们一定知道，如果是会员，一定要好好的体验产品，才了解为什么我们可以用这么高的品质到低价格。那我们看一下爱多美的成功的经营策略，我帮各位整理出来，这是很重要的点，就是第一个，我们的定位很明确，因为我们想要竞争的并不是传直销业，我们要的是全球的流通业，那工厂直送好便宜，好东西是便宜去卖，那我们是想要跟卖场去做一个竞争，那我们因为有研发的成本，有国营去摊提，所以我们可以把产品的成本降到再降低一点。那利润分配的部分啊，其实老板也有说过，我们没有借贷的一些财务危机，那我们的仓储物流，像台湾来说，我们是委任在黑猫，那黑猫其实它是我们的物流，所以我们公司不需要再额外去找一间店面，所以我们省下这个人事的成本，再利用大数据的分析，然后缺什么再自动补货，所以我们也不需要采购跟仓管的人力。那我们老板在创立这间公司的时候，他就一直讲他的目标就是做一个无人公司，那无人公司要怎么做呢？当然就是要省去人事的成本，所以一定要全面性的自动化，所以相对的各位的奖金也一样，我们其实跟银行去做好合作，其实奖金系统直接到银行，银行就会汇到我们的户头，所以再来最棒的是我们是以量制价，这是我们用全球采购全球贩售的概念，然后用全球的会员数去压低所有的原物料成本。那当然在座的各位就是爱多美自己的代言人，所以我们不打广告，所以我们不找明星，所以我们可以省去这一个部分的成本。再来顾客的成功的小孩理论，我觉得这也很棒，就像老板讲的，一般人家讲的是小牛理论嘛，牛养大了就是要来杀，然后要去赚取中间的利益，但老板把我们当作是孩子一样，只用微小的利润去维持大家让利，其他让利给消费者，那消费者就会永续的回购在爱多美。那在我们就是走网路，所以没有实体店面的成本。那流通的枢纽也是我们爱多美非常精髓的一个要点，就是我们用 GSGS 的战略，就是全球采购全球贩售，只要是好的商品，董事长都愿意透过爱多美这个枢纽传递给不同的国家，就像我们的精油贴布跟我们的夹心海苔到了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意思。那当然慈爱的社会回馈到社会做公益的部分，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哦，其实爱多美在这上面真的帮助到了许多弱势的一些团体，不管是捐电脑米啊，或者是所有的设备。那我们越南市场在刚刚也有提到了，其实大概今年预计9到12月的时候也有机会。那印尼的市场其实也在雅加达成立了总部。那大陆的部分刚刚也有跟各位报告过了。那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我可以再补充一下，就是就像我们当时听到大陆要进去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直觉得这是真的吗？但是我看着公司一步一步的在大陆就是不断的生根，然后甚至现在的工厂都已经可以做一个参观了，我真的觉得这是大家非常非常期盼的，因为这里至少有13亿的以上的人口哦。那爱多美的成功系统就像这棵树一样，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重要，如果今天各位真的觉得爱多美是你想要的一个大事业，一定要来到这个成功学院。有人说，就是如果中心说明会可能你赚个零用钱或是少少的钱，
但是一日研讨会跟成功学院就是我们的绝对成功系统，所以大家一定要，因为这是由公司来举办的，所以一定要自己先来学习，再带你们的伙伴一起进这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聚宝盆，跟着成功者学习，听聆听他们的故事，然后才可以回去分享事业。那我觉得公司很贴心的是，其实我们有一个线上学习系统，那公司每次的录影其实有很多包含李生渊博士董事长的影片都在上面做一个陈述，那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在这线上就是做一个学习，如果没有办法来的话。那消费者，我们只是消费者在联盟去打造一个黄金屋，换你换一个品牌买爱多美的东西，其实只是花你原本就该花的钱。那我们爱多美不卖产品，只有分享产品。当买卖的东西拿掉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没有伤害。所以我觉得大家要知道，我们找的不是客户，我们在找的是用户。所以我们找了很多的用户在做用爱多美的产品之后，你就可以架构你自己年金式的收入。最后就是用董事长的一段话告诉各位，就是在爱多美你不用很聪明，也不用很厉害，因为我们不用本钱也可以开始做创业。那爱多美只是一群普通的人联合起来的一个消费。好，那我觉得今天就是简单的分享一下公司的理念。那我相信与其看着别人成功，不如自己来参与。那预祝大家在这两天可以收获满满，谢谢。